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解这个呢，这个方程组，我们可以用那个加减消去法，我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以后，这个是 x 分之二了 ，x 分之三减 s 分之一嘛 ，s 分之二，那就是消掉了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负二，所以这 x 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负一啦，把这乘过去，这除过来，等于负一。好，那这个 x 算出来以后哈，再把它带回去，比如说我带这个嘛，就 y 分之三啊，等于二加多少呢 ？x 分之一 ，x 是负一嘛，负一分之一，所以这是一啊，所以就晓得哈 ，y 的话就等于三了哈 ，y 的话就等于三。所以这一题答案 S 负一 ，Y 等于3。